先生，别老猛消费了，白牛峰。那个，你给我说的哪天给我说有两台车咋回事呢？两台车是一道道的出的。明天说，明天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上班以后，我明天就说我出个监控，有个拉二自行车的平板，在我这儿。我明天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好，好好好好好，好嘞，来来，再见啊。